艾老师的房间门怎么是开着的呀？ 艾老师，刘雨辰，睡了吗？刘雨辰，睡了吗？嗯，这俩人睡觉怎么不关门啊？出去了吗？真的是喝多了呢，连门都不关。 这个刘雨辰，一心只想着吴英，连跟你该背子的时间都没有。天天就知道批评我，你还不是一样没刷牙就睡觉？帮你关个灯吧。我只是想帮你关个灯。